为什么我在这里感到陌生的气息？哦，哪怕它是个千里，也要找到它足迹。我看见生命享受天时地利，可时过境迁，转眼几十世纪，现在这里却早已是一片狼藉，再也找不到那些美丽画面，只有那些无生灵在偷偷哭泣。是谁悄悄地把它送给了你？又是谁把它大方地还回去？机会只有一次，而你从没珍惜，现在感到后悔，这已来不及。消失旧时光，再也回不去，我们不能只来这里而控制回忆。这美好一切活在人类手里，但这可怕趋势仍在蔓延继续。哪怕它是个家里，也要